台积电现在受惠于智慧型手机、通讯等等客户28奈米制程的需求提升，九月份还有第三季的合并营收都创下了历史新高纪录。反而认为台币呢第三季攀升的幅度不大，对于台积电的获利影响是有限的。不过台积电第四季业绩恐怕难逃淡季的影响，预估营收季减会达到2位数。